刚刚的那个下载到同一页，分成48页，那也就是一页放一个，一页放一个，一直下载到48。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会用到两个，这个是前面，在前一个阶段的课程里面有批次新增、批次删除。那我只是把它复制贴过来，改那个回圈范围而已哈，所以直接拿来用好了。这个地方这两个哈，把它复制一下 ，Ctrl C， 好，然后呢，把这两段程式呢贴到我们的后方好了哈，删除列下面贴上。好，那这两个能做出什么效果哈？这前面有做过了，所以有些细节我就不再赘述。第一个是删除的话，就是 for i 等于这个 sheet.com 就是最后一个到第二个，因为你不能全部删掉，你一定要留下一个，因为这个 Excel 里面呢它规定一定要留一个，你不能全部删光光。 step-1 指的是倒过来，好，删这个换下一个，一直删到最后一个。好，那这个 dispersed len 前面讲过了，关掉提示啊，所以直接删除，没有删掉剩一个。那批次新增是做什么呢？就是 for i 等于1到48，那我们前面讲过了哈，先 add 有没有 ？should 得 add 到 after 是它的参数名称，哈，是到哪一个 after 是到哪一个的后面，是should 点 com 哈，意思说总共的那个的右边就是最后面那一个，好，然后呢名称改成 i， 所以第一个是 i， 我按 F8 哈。厨房给各位看一下，所以 i 现在等于 1，add 之后的话呢，它会新增一个工作表，然后名称改成 i 就是 1， 所以你会发现这输入 1，next 2，有没有？以此类推，所以全部把它跑完之后1到48，最后再切回到第一个。但是呢，它现在里面是空的，所以关键来了，已经有了，剩下怎么样？当我新增一个空的之后，我做什么？下载下来放里面就好了嘛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哈，我们接下来就要写一个什么？写一个，再把它批次删除。现在可以删，可以增加，但是还没下载。那下载的话特别注意哦。其实呢，你可以用一个方法，把程式写在这个的下面 ，next 的上面。那写什么？就是那个什么了。大乐透下载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大乐透下载，后面有一个刮胡，刮胡我讲过了，你可以传什么呢？传一个引数过来嘛。那个引数的话哈，你可以动态去变更什么？变更这个，有没有？那所以哈，其实我们可以我把这个哈复制一下，改完之后就没有了，所以二的话呢，把它贴上，拿这个来改。但是名称不能一样，所以我把上面这个怎么样改成注解，好 ，OK， 那注解主要的用意是保留下来了，不然以后如果你还要用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再选取它上面一个取消注解，有没有？还原又可以拿来用，好，所以先把它注解掉。那怎么改哈？特别注意哦，我希望改成共用的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请它传一个什么 index page 的引数名称好了，假设啦。我们用这个当引数名称，然后它传进来，假设是传一的话，我就带到这边来把它变更，改法跟前面那个 i 很像，双引号移到中间 ，and 再移到中间，然后放个什么呢？放一个这个名称 index page 放在 and 跟 and 中间，前后呢再加什么呢？空白 ，and 前后加空白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将来丢一个 index page， 如果是1的话，那我放过来就1，加2的话呢，那就是2哈。那再来的话，我可以用什么？这边Ctrl C 复制一下，将来的话呢，我就直接在批次新增工作表的这个地方，新增的，改名称的，然后扣什么呢？扣那个，大乐透下载这一个。前刮胡，他会问你说，请给我一个 index page， 那 index page 呢刚好就是1到48，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，把里面放一个什么，放一个 i 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 i 刚好1，有没有？过来就丢1过去，
那就下载第一个，再换下一个，下载二，下载三，哎，应该可以看懂吧，哈。所以其实呢，最简单的写法啦，在这边写一个共用的程序，这样子程式会最简洁啊。当然你想说，老师，那，哎，我可不可以不要？我如果不想要写共用的，我可不可以把那一段程式搬到这个位置？可以啊，可是你会发现哦，如果把它直接搬过来，哇，那整个感觉哈，是不太一样的。为什么？这么简短，跟一堆东西，感觉一定是不同的。所以我还是建议啦，你写成共用的会比较，感觉会比较那个清爽很多。OK 哈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哦。写完之后的话呢，再来这边设个中断点，好，然后让它跑跑看，它新增一个，对不对哈？然后传递一个一过去，它帮我下载什么一到哪里呢？到 A1， 哎，这边刚好 A1， 所以这个不用改哈。然后把它下载，下载 A1， OK， 好，那回来了， OK， 那换下一个二，有没有？那下载，哎，这个时候当然就变二了，所以传一个二给它，那以此类推，那它全部跑完。这个中断点拿掉好了 ，OK， 让它全部跑 ，OK， 所以跑完之后的话呢，它又拉到拉回前面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有没有一、二、三，哎，每个配置呢就全部下来了。不过这个地方哈，因为我们前面有做过了那个什么呢，资料剖析啦，不过你也可以怎么样，自己在做啊，每一个看能不能刚好下载完之后，自动帮我剖析。好，然后换下一个，还是帮我剖析，哎，或者是自动调栏宽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啦，不过我想应该都会啦，啊，我就不赘述了，这个讲过的东西哈，但是一定要花时间练习，因为这东西讲很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应该是很，还是会遇到一些可能遇到的状况，所以细节部分请各位哈再试一下，好，所以做完之后理论上在云端这个地方应该都有。好，所以一我是把这两段拿前面讲过的东西拿来用，再来的话修改那个引数，好，这边有，然后再用 call 的方式来做， 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哦。